参加选秀节目，五日正好是节目首播，不少粉丝都守在荧幕前观看。在大家印象中好像只会演戏的贾静雯，也挑战自我演唱知名经典歌曲，并在33位参赛者中夺下了第18名的宝座。而在贾静雯登场时，网友们除了把目光放在她的演出上，也纷纷赞叹起她的高颜值。虽然贾静雯已经48岁，但却丝毫看不出年纪，不论是颜值还是身体状态都维持得相当好，也让她一登场就瞬间成为聊天室讨论话题，也让不少大陆网友看了惊讶狂问：难道台湾人是真的不会老吗？我还以为贾静雯才30多岁，怎么都快50岁还那么美，真的是冻龄女神啊。